大家好，我是小辉。有头驴架子特别大，但是它走路特别的困难，不知是腿的问题还是蹄子问题，让师傅给他看看。嗯，我看见那母驴了，它不要过来，你看。哎呦，这个更走不了吧？哎呦，怎么这样啊？别打他喽。这前挺啊。怎么没打前掌？这是肉驴，不用打。看一下，这个是后蹄儿，后蹄儿啊。但是腰不可以。蹄子又宽又大，是大蹄是吧？嗯，大，垮的了。跟你说，这个垮也垮。那回去死了咋个整？不是猝死？没，人家天天我见着呢。哦，还有上了？有嘞。前天我去，这来在那地我去，人家我去那儿见去找找。今年才多少了？八十几了是吧？军长会上交了账，你现在人吗？我是，你没见过他。你没见过他。这样呢？掉了，再有一刀就掉了啊。嗯。哎呀，掉了！哎呀，这鱼可完了。啥呀这是？这是个炮弹屁打的。哦，这炮弹屁到了。嗯。换了半天就好了。要不师傅说要最后传给你啊？嗯。师傅非得说大夫。掉了。底下是空的，是吧？嗯。就这一层壳。要不空的，它不响嘞。啊。就这一层壳在这支撑着呢。对。啊，那个点有点不得劲儿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放吧。消去。哎呦，好我叫唤，挺脆骨是吧？嗯。给脆骨头吧，这里边。打崩一下。嗯。嗯，掉了，非常香。脚不舒服，等师傅给他修修，落落底。还长。那天我去开始上凳子了啊！先慢些，一会儿啊。就我去看驴了呢，他这正扎里。我落户，我这地方我落户，你说你这怎么回事？扎回来事了。我真热，见过能跟这说。嗯，这蹄子我好了，还这蹄子，嗯，这个蹄子挺好，就是大了，就是就对，一点毛病吗？买呗，买呗了。嗯，他这不许吃吃的嘛，一弄他。不错啊，这个也行，这个也挺好。嗯，没毛病的蹄子。不错，这咱不能动，这咱一动脱血。
压你，他压你了。他这不，他跟那个腿疼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哎呦！咱屋走驴，快点啊！他那个腿疼，不敢挨地儿吧？好嘞。对。支撑是吧？支撑不住。嗯。给我他一人坐走吧。得弄他拧他一下，拧一拧一拧，正常拧。哦，那个腿肿着了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他腿疼。这放凉的是个十字啊。师傅修蹄之前先拧上鼻子啊。这是另外一个。看一下。你先准备会儿。来，开始师傅的大剪刀啊。开刀。哎呦！开！哎呦！打到一下！哎呦！挑起来了！啊！这小腿里抓着，这小腿里抓着啊！嘿！哎！没有办法，连蹬带踹，连拧带拽。掉喽！掉了啊！回来，站住！好了。好吧。真难。啊，师傅。哎。是这个路的这个绿。什么来绿？啊？这是路的。路哪里？别动，别动。好了，好嘞。谁的手机？离远点。你跟他说一声，倒倒铲。我走，我走。放在这里哈。我走。好嘞，回头来，回头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在这里，在这里哈。有贵宾座，你们好嘞，包一下去。VIP 的。拐了吧？我为什么来？鱼。你后头，你打后头啊，为什么？啊？前前头打后头。啊，打后头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那这些都走了。好，好嘞。这儿好嘞，这儿。一切代价。对，看看是里边，看看后腿边。我走啊。
好，不到。吃饭了，学好了啊！还有串烟，摸摸他的腿呀、啊！玩马的人还玩不了驴？走了，钱走了，装车吗？啊，这三来元，哇，三来元，整一千多块钱，挣钱一块钱，嗯。才要去一开奖，对。对